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科，不是平井。我现在人在北海道大学，要来看这边缤纷的风景，还有银杏大道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好可爱的叶子。こちらです。他设了一个东西，就是要我们这样子来回的走才能够进去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就是刚落下来的。看。ここ。ポンちゃん。バサバサ。刚刚掉了一片银杏叶在这里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个是北大的牛奶，还有咖啡拿铁，他竟然分开来给我，超大一份的，北大的学生都吃这么大份吗？真的很大份，对啊，但这样其实看不太出来，比例尺，对，这个是 iPhone 11。是因为 iPhone 11太大了吧？对，就是马铃薯，这个是马铃薯。哇，这个是面包。
これ。
隔天我们来到了中岛公园，因为听住在北海道的朋友说这边也很漂亮。最后的最后，很简短的跟大家分享这间圣代店。由于北海道聚餐的最后一摊是吃圣代，所以有很多圣代店都开很晚。这次和住在北海道的朋友贝尔一起吃饭，就请他带我们来体验一下。他的 IG 跟店家的 IG 我都放在资讯栏，有兴趣可以去看看。点完餐之后啊，他就会给我们一人一张这个，上面会详细的记载都有些什么。那这次这个银杏树报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